四月二日，潘石屹在网上晒出了一组和王宝强等人下乡抓猪做饭的照片，并配文：昨天我和宝强、陈荣、郭碧婷在十七道沟村一起做黑山猪，在农民家的柴火锅里做猪肉炖粉条，王宝强主厨，我切肉烧火，猪肉倒是很香，就是缺调料，我心中的中国菜得有葱姜蒜炝锅，可是这三样一样都没有。王宝强到了河北就是他的老家，没有任何的陌生感和违和感，就像到了他家里一样，指挥着我们。我想王宝强和我一样都出生在农村，在中国县城以下的农村，我们都会很舒服很快乐。据悉，王宝强和潘石屹、郭碧婷以及陈荣一起录制了公益节目《我们在行动》，这档节目是明星与企业家零片酬参与，在三天两夜里为贫困村庄打造一个个精准扶贫产业。潘石屹还在微博晒出了照片，这次他们来到了河北丰宁十七道沟村，王宝强的老家也是河北的，这次他在节目中可能会作为公益大使回到家乡，零报酬参与三天两夜的农村体验，为家乡脱贫出谋划策。